这个影片是我每天被骂也被吵到受不了拍下来的影片，因为除了拍下来，我不知道还可以做什么。其实这个视频只有5分钟，之后都是我收集的噪音，大家可以慢慢欣赏。这些人越来越夸张，现在几乎每一天、每一个小时、每5分钟都连续有这些声音，一点没有夸张，从早上到半夜，整个晚上都没有停过的。你以为我讲的是半夜3、4点？不是啊，是整个晚上都有，一直到6点早上，然后就接到早上那批骂人的人，他们是不同频的，24小时不间断的在轮班。What the fuck？我跟你讲，白天上下班时间就是持续不断的一堆有声音，我就不说了。半夜3、4点真的还是有保持，每5分钟就会出现一次声音。你现在听到这些声音一点都没有夸张，我房间就是听到这么大这么刺耳的声音，我根本就是半夜会突然被吓醒那种的，真的是白大喊啊。这些视频都是我半夜一听到有声音我就爬起来拿手机拍下来的，拍了几个月啊。 What the fuck， 连 MCO 期间半夜照常都有哦。 MCN 一点啊，没有人抓了咩？ Hello police， Hello government， 哇老，以前上学的时候老师说要噪音完真的是不明白，因为我以为污染就是会造成长期破坏的，噪音过了就消失了嘛，对环境好像没有留下什么破坏嘛。现在我真的是明白啊，噪音污染真的破坏西北真的有够力大，我跟你讲真的是在害人的，我们的健康精神生活节奏真的给这些破坏了啊，半夜是真的会被惊醒的，这种人就是醒来了就很难再睡下去了，整个晚上就这样子被破坏了。更多的其实根本就是吵到连入睡都根本没有办法入睡。如果那些老人、小孩或者有病患的地方，这些噪音真的是会害人的。好咯，真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关窗了，一定要关到闭紧紧那种的哦。室友小声很多啦，可是弄到整个晚上一定要开冷气了哦，浪费我的电费咯，空气又不流通。其实我个人是不喜欢开冷气睡觉的，明明窗外是凉风习习的，自然风本来就是那么的舒服，你想象一下半夜自然可爱虫叫的声音，微微的风吹本来是多么的惬意，然后就剩下自己的呼吸和自己的心跳声，渐渐的进入梦境，隐隐约约看见周公的脸的时候，为何宁静会变得那么难闻？其他人到底怎样睡的？我真的觉得大家都是在忍耐了，可以怎样啊？又可以拿他们什么办法？我修行不高啊，只有一直在房间里面自己骂出口啊，可是他们又听不到，可以用 sniper 的哦，真的很响，一辆一辆 headshot 搞他们哦，或者给他们爆胎翻车，真的是很想抓住他们哦。Police 可以帮忙抓一下没有哦，至少抓凌晨的啦，每个小时很多两可以收很多钱的嘞，那么攻下一下国库啦，最好抓了给他们，好像苏联那个实验这样啊，几天不能睡觉，以为自己很惨赢咩？怎么都还没有清晰，我还没有这样生气，鸡蛋糕他们是特地去赶车弄到大大声 What the fuck 啊，不要 racist 啊，骂人辈是什么种族都有的，我是针对骂人辈这种动物啊，这种动物只以为自己很野啊，其实根本没人想注意你哦，醒一醒啦，只有你们同类的动物才会觉得你自己野罢了啦， OK， 人类看你的眼神呢都是在讨厌你堵拦你的， OK， 现在不是你要怎样是你的事，你现在是伤害到别人的，以为自己在赛车咩？以为这个叫自由咩？以为叛逆反叛很有瘾呢，很有性格呢，你自己也知道啦，自己是烂仔屁孩喇喇慢人呗，自己也觉得自己没有人救，再自我放弃回头是岸，恳请你们啊醒一醒吧，前途还是一片光明，善哉善哉。那你们看看那些没有声音的 Grab Foodpanda 摩托啦，那些才是真正受人尊敬的咯，真正在做事情在做贡献，这样才有魅力好不好，真的很希望哦，这个影片可以传到给他们看，叫他们醒一醒。Hello， 你们根本很不察言，而且很令人 DLLM。OK， 接下来你们可以继续欣赏这几个月收集的这些动物的各种杰作。Thank you.
老诶。姜子牙睡觉，姜子牙睡觉。Hello， 骂人呗。四点了，现在要到四点了吧？还有这样的事情啊？这你们不吵，半夜吵什么？